我觉得先揭晓这个吧。满满的正能量，是不是？说爱是。等一下，早晨起来拥抱太阳，满满正能量，是不是他呀？是不是汉良老师？满满正，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。洛阳的河南胡辣啊，不是牛肉汤，也是早上起来，早上起来喝完之后满满正能量。来，我们选一个吧，我们猜一个，猜一个。我觉得可能一心说是对的，这个满满正能量很可能是，很可能是我的。对，小蛙队长。那我们猜的飘香四溢吧。飘香四溢应该是湖南菜吧，就是湖南菜比较香嘛。有很多湖南湘菜馆叫飘香楼，好像我有这个印象。嗯，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。有可能这么复杂，我是啊。好，来大家猜一猜这个是谁的。我要么上海的，要么香港的。我猜长沙的。我猜上海的。3, 2, 1 judge。这什么？臭豆腐。臭豆腐，臭豆腐。哇！飘香楼，你看。对。因为我一看到这个臭豆腐，我就觉得刚才。而且这是长沙臭豆腐，只有长沙才有黑颜色的臭豆腐。哎，要吃吗？我想吃。这我想吃，这能吃吗？能吃能吃，可以吃可以吃。辣吗？现在没放辣椒吧？现在应该没有辣椒。现在哦，还有热气，一点点热气，还有。你试试看哥。没有那么臭哎。哦，它其实不臭，其实不臭，其实好吃的。